到我的节目，放了结合了古代与现代的一个细节设计，堪称十大混搭新潮流。我们的整个服装除了外观美丽，外观非常瑰丽之外呢，我们在整体的机能上，体模礼化的罩杯呢，使用多边的设计，让你的胸部更加的集中，侧背的集中以及胸型呢，可以更加的立体饱满，完完全全就是内外兼具。那么华哥的模型 S 型，我提供给你的就是米色和红色两个色系，可以让你做挑选。